你哥哥他们都回来了。行，我知道了妈。等依林回来，我跟他商量商量啊。爸爸，先这么说啊。彤彤，挂了。哎，看我给你带的汪汪。今天吃的饺子啊？刚给谁打电话？啊，我妈。妈，聊什么呢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表弟这个周末不是结婚吗？啊。我妈念叨着，咱能不能回趟老家，热闹热闹。那行啊，就是时间有点赶，这一来一回路上开车就得一天，会不会太折腾了？是有点折腾了。我想着周一你还得开早会，上一次还答应彤彤这个周末带她去动物园，家里还有一堆事儿，算了，不回去了。那要不咱发个大红包吧？啊，都行。那先不说了，吃饺子吧。我今天包的是我老家的酸菜饺子，好久没吃了，我自己都馋了。彤彤，快来吃饺子。来啦。还是包不出我妈那味道。妈妈包的饺子好吃吗？好吃。对了，彤彤，这个周末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大水牛好不好？好。那哪有大水牛呢？妈妈老家就有呀，不仅有大水牛，还有大汪汪、大白鹅、小鸡、小鸭。姥姥姥爷养了好多小动物，想不想去？想。哎，你们家那山路修好了没？咱们这么久没回去了，导航试试。哦，对对，李蒋同学，导航到九宫站，请选择路线或者开始导航。开始导航，准备出发。放大地图，你放大。出发喽！哦，去姥姥